南天门外，禁止喧哗，触犯了天规，当心抓你回去治罪，还不速速离去。凶什么凶？天兽不是早就被封印在南天门前了吗？什么时候解封的？诸神让开，本座对付即可。你是谁？我可以解释的。
果然有同党。这不关我的事。神九臣，怎么跟书上说的不一样啊？宋岩，你受伤了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是谁关你的？我救你出去。君的坐骑，好在你认识这半岛。今日你就要炼化在这里，把你的血骨还给魔君，魔君重见天日，再掌六界。住手！已经这样了，你别碰他。你是谁？昆仑山的小仙娥？杀！
三叔，他们跑了。跑？我看他们能跑到哪儿去。就是。禀报王母，我们发现后门守卫皆已毙命，想必是那营救吞天的妖女所为。依战神所。王母息怒。各位仙友，有谁知道这妖女的来路吗？这小仙不知啊。哎，我都给我去找，就算找到天边，也要把这两个妖魔给我抓回来。他们好像没有追过来，你快把我放下来吧。你怎么了？很难受吗？不是难受，又是你。他被化生水泡了7749日，而今日就是他的死期了。我真没有想到你们俩这么有缘。吞天本为混沌所生，未开灵智，没有善恶。他被魔君收为坐骑，而他只认魔君。今天你们注定要死在一起了。师父去哪儿？找灵犀去呀！找他干嘛呀？你还敢说？让你看个人都看不住，我头里怎么养了你们这么一窝窝的狒啊？给我起来，接着跪！自己都一口骂进去了。原来魔君要找的人就是你。
我要帮他预购疗伤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。是。去找师姐，别白费力气，这伤是魔刀所伤，找谁来都没有用。有邪灵没有办法让他好，只有慢慢休息。是谁伤了你？我找他算账。那人能将我重伤致死，你又能拿他如何？我不管，谁敢欺负你，我找谁算账。傻瓜。吞天兽为救我而死，神尊为救我而伤，怎么谁遇到我都没好事？怪不得你要将我逐回桃林呢。吞天兽并非因你而死，他早已入魔，那日原本就是他的死期。可是他对我很好。他在对你好之前，是魔君的坐骑，杀人无数，很多像你这般大的女子都被他所杀。神尊，我闯祸了，对吗？我知道，我闯祸了。你愿意再回桃林吗？还是愿意待在从极渊？可这里什么都没有。没有你爱吃的食物，没有你的亲人，你的朋友，除了我，没有旁人。你愿意？愿意。那我这次留下了，就不会再走了。就算你说不喜欢我，我也会厚着脸皮赖着不走的。你赶我走我也不走。不跟你走了。拜见天君，臣有要事启奏。战神请讲。魔刀现世，魔族余孽恐卷土重来，需早做准备。
灵犀在哪儿呢？师兄，你该不是把它藏起来了吧？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更加关注魔族余孽再次出现的事吗？这些人出现也不是一日两日了，师兄这个时候把事情报上去明显是为了转移视线。师兄，你就跟我交个实底儿，灵犀跟魔君到底有没有关系？我知道你想保护他，我也觉得他挺好的，可是我们身为天宫上神，身负守护六界之责呀。我们你行了吧，师兄，这个时候了就不要借机教训我了。你想多了。师兄，我跟你说说话解解闷儿吧。哎，你看啊，咱俩可是打小就在一处修习，我做过什么混账事你都知道，你的脾气秉性呢我也了解，你不喜欢聪明人，心思越是单纯你越是看重，开阳莽夫一个，韩章和朱邪也是榆木脑袋做事一根筋，更不用说十三了，修炼了这么多万年还是一个榆脑袋。其实你就是喜欢简单的人，所以呢你会护着开阳十三他们，如今对灵犀也是另眼相看。灵犀是挺好的，活泼可爱，简单直接，机灵有趣，自从他来了你这之后啊，浮云殿都变得热闹多了。可是如若是因为他让你陷入于六界与苍生为敌的境地，我也是万万不从的。你放心，我自有打算，不会有事的。好吧。回来的吗？神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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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国师，天族派了许多兵将，暗自布防到了幽都山。九城的人？是的。你探查到他们踪迹了？是，他们应该发现我们了，但并未在意。国师，战神亲自出手，众号的人恐怕顶不住啊。知道了。众号若死了，我们如何去寻开启复灵渊的阵法图？岂不前功尽弃啊？所以啊，他不能死。
让我找，你为何要咄咄逼人？你入魔，我是战神，无怨无仇。我族被奸人所害，我为他们报仇，有何不可？报仇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你要做魔的妻子，便是自寻死路。说得真冠冕堂皇，我知道你是为了那个小丫头，只要她在，魔君何愁负伤？真君，九臣想辞去战神之职，让位于你。为何？九臣，你看，真君也想知道这是为何。臣有急事，先行告退。天君，他还没有说完呢。紫光在，跟上去。是，天君。务必把人给我搜出来。是。是。Thank you.
出来吧。你是何人？小仙乃九城战神座下仙娥灵犀，不知西王母降临从极渊，所为何事？鬼鬼祟祟，抬起头来。果然是你，你以为装着糊涂就能瞒过本宫？王母娘娘何出此言？小心不知，还狡辩！本宫好好的摇花宴被你毁得一塌糊涂，你还放走那妖兽吞天，还杀害我昆仑山守将。小丫头，你厉害得很嘛！王母娘娘，小仙去昆仑山是为了找我的仙兽吴婉的，就是他。他被你的座下仙使带走，小仙去是为了找他，并非有意破坏你的摇花宴。吞天兽被人放走，确实并非小仙所为。至于昆仑山守将被杀，那就更与小仙没有关系了。你倒是撇得一干二净，有什么话到普化仙君面前去说吧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抓起来。是是。等等等等，小仙乃战神座下仙娥，这里是战神属地从极渊，就算你要抓走小仙，也应该先征得战神的同意吧。还不动手？我说了不是我，你们不要逼我。我战神，王母驾临，失敬。九臣，本宫敬你守护六界，战功赫赫。今日本宫要带着妖女走，你且让开，本宫便不计较你窝藏她之罪。她是我浮云殿之人，出现在从极渊理所应当，何谈窝藏二字？他与王母之间的误会，稍后本尊自会带他到天君面前亲自解释。你身为天族司战之神，却百般袒护着妖女，就不怕天君震怒，没好下场吗？这就不用王母费心了。九臣，本宫是看在天君的面子上敬你三分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今日本宫一定要带着妖女走，你又能如何？来人，今日王母硬闯我从极渊，伤我座下之人，本尊并没有感到丝毫敬意。你得给我一个交代。那是自然。走。神尊。没事了。坐下，小仙。本座问话，你要如实回答。是。为什么偷偷潜入昆仑山？小仙是去找我座下小兽吴婉的。吴婉？就是一只小狗大小的白泽兽，它在桃林走失了，
被一位仙士误带去了昆仑山。此事本座倒是早有耳闻，之前曾有仙使向王母敬上此兽，你说他是白泽还是你的坐骑？你这小仙有本事降服他吗？是神尊降服他赠予我的。好，就算你是去找那白泽兽，那你为何杀害我昆仑守将？王母殿下，小仙没有杀人，我去后山就没有看到什么天兵天将，我进到地宫里，那只吞天兽就已经奄奄一息了，后来魔族中人想要取他小命，我见他可怜才出手阻止的。如此说来，倒是本宫对不起你了。小仙不敢这么想。满嘴胡言，那吞天兽为何对你异常亲密，还抢了你逃出昆仑山？依本宫看，你与魔君的坐骑相交匪浅，你定与魔有关。小仙真的是冤枉的，小仙也不知道那吞天兽为何如此待我。可是如果仅凭那吞天兽没有咬死我，反而带走我，就断定我与魔有关，小仙不服。你这小仙，本座问你，你说那吞天兽想亲近于你，而抓了你之后他却离开，而你为什么要出现在战神洞府？如果心里没鬼，抢了你之后你就应该回天庭，战神要如何将你藏在冲击院内？说。神尊他不知道小仙在冲击渊，小仙也知道自己误闯了昆仑山，惹了麻烦，想找神尊帮忙，我又不敢回天宫。那个冲击渊小仙之前去过一次，守门的老翁他认识我，所以我才去冲击渊等神尊回来的。此小仙伶牙俐齿，本座早就见识过了，以本座之见也无需再问了，是魔是仙查一下便知。只要查一下你身上有没有魔气，一切便清楚明了。九臣，你就没话和本君说吗？算了吧，你退下吧。是，臣告退。九臣，记住你自己的身份。千钧放心，九臣一刻不敢忘记。神尊，战神，此事尚未查清之前，还请神尊不要让这位小仙离开天宫。知道了。
过门。神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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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实在没地儿去了。那四面也嫌弃我。你可有看到灵犀？灵犀，没有啊，我刚回来。哎，神尊，你去哪儿啊？你等等我。今日可有外人进入天宫？回战神，南极仙州的清源上仙来过。圆童有要事，求见天君。南天门守将圆童拜见天君。你若是为了袁家，还是回去吧。天君已经法外开恩，你不可奢求过多。卑职此次不是为了袁家，而是为了天宫以及这六界的安危，事关重大，刻不容缓，才斗胆前来求见天君。讲。卑职怀疑，那桃林灵犀乃是魔族余孽，此女经普化仙君亲自检验，卑职有证据在此。此乃药王洞法宝，你从何而来？回禀天君，此物是药王赠与神尊，一直放置于浮云殿。小仙也是偶然发现此物有不妥之处，便不敢耽搁，立刻前来禀报天君。在小仙看来，浮云殿中仙娥不多，
花烟和十三在天宫已长达万年，只有那桃林灵犀初到浮云殿不久。通知战部把人带回来，本君要亲自审问。是。恳请天君，袁童想戴罪立功，一同前往。准奏。谢天君。我做什么？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抓你？知道又如何？不就是一件仙宝吗？仙翁已经知晓此事，你又何必苦苦相逼？你从浮云殿把我掳至此地，你就不怕天宫震怒，不怕我家神尊震怒吗？如果天宫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，你会死得更快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已然出事了吧？如果是魔君出事，就不成这样子了。紫光方生，在，你们去看看。是是。雷真君，十三，你怎么在这里？神尊让我守在这儿。你家神尊？天雷真君，我们家神尊吩咐过了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你敢在此拦着本座？十三，神尊。没想到在这儿遇到战神，真是巧了。敢问战神，贵殿小仙灵犀现在何处？难道战神公然包庇魔族的余孽吗？什么？灵犀？魔族余孽？十三，先回浮云殿。是。看来这神尊也在找那小仙。
我为何会在桃林？找人打架去了？干什么？老夫尚且都不够，哪有多余的酒给你啊？走开！爹，爹，你怎么又喝酒？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少喝点儿，对身体不好。爹，你这么长时间不见女儿，有没有想女儿啊？爹当然想女儿了。可是看你没心没肺的样子，你哪是像想爹的呀？你得想那个人吧。神尊是不是来过？走了。他怎么就走了呢？他说要跟我一起回从极渊的呀。爹，我刚刚做了一个可吓人的梦了。我梦见我被人追杀，然后被打伤了，还吐了好多血。血在哪里？伤口在哪里呀？那不是梦吗？你又没什么事儿，他还在这里干什么呀？难道还要等到天宫的天兵天将打上门来呀？爹，这跟天宫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做梦梦的也是南岳的上仙在追我呀。关系大了，你身患魔气的事情在天宫里已经是人尽皆知，若非九臣以你仙陨为由暂时蒙蔽了天庭，他毕竟是战神，保你一次两次还可以，难道你指望他保你一辈子呀？爹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女儿怎么会身怀魔气啊？爹，你忘了，普化仙君亲自验证过的。若非九臣动了手脚，就凭你的法力，能逃过普化的法眼？爹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我很清醒。一旦让人发现是九臣包庇于你，你如何让他在天庭里自处？他身为天族的战神，难道为了你让他与整个天族为敌呀？你不要再痴缠于他，你这样只会加害于他。你还是在桃林里头好好的待着吧。吴婉，吴婉，哎呀，吴婉，你回来。本座寻你很久。吴婉，吴婉，哎呀，吴婉，你回来。吴婉，吴婉，本座寻你很久。魔族。Thank you.
么？为什么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他们是魔族，魔族为什么要杀你啊？我不知道。你怎会不知道？逃离一下太平，若非是你，好端端逃离，为什么会有魔族来犯？我真不知道。你别说不知道了，师父刚才就死在我面前，就是你，就是你害死的师父，是你，不是我，就是你，就是你。真爷，还有何话讲？神尊，不是真的，我没有。你信我的，你信我的，对不对？神尊，神尊，神尊。少神，灵犀这该如何是好？又能如何呢？紫光方生，将这小钱压下，等待天君审问。是。师兄，神尊，上神，神尊这……你倒是机灵。神尊，你忘了，我叫灵犀，机灵的灵，潮汐的汐，怎会不机灵啊？神尊，你为何会不在我身边？你是讨厌我了吗？可是我喜欢你，很喜欢很喜欢的那种，不是小孩子对大人的那种喜欢，是男女之间的那种喜欢。神尊，我想跟你在一起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绝不会入魔。那你在怕什么？我怕人言可畏，我怕飞来横祸，我怕牵连家人，我怕连累你。灵犀想来交寒可人，怎么可能入魔呢？即便是入魔，常伴神尊左右，神尊怎么可能没有察觉呢？是不是搞错了？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这入魔和身有魔气是两码事儿。天宫大殿之前诛仙共剑，我也希望是搞错了，可……那怎么办呢？你快想办法救救灵犀啊！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我要是有办法，神尊还至于如此伤神吗？你没看，神尊连灯都没找吗？
等等天宫大殿的消息吧。源头，两位天将有何指教？源头，灵犀身怀魔气之事，为何不先禀告神尊，反而上报给天君？你如此愉悦，欲将神尊置于何地？小仙自是对神尊敬重万分，可是此等大事，神尊不在天宫，又有谁能做主？难道不该上报天君吗？若无他事，小仙先告退了。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人各有志，强求不得呀。九臣拜见天君。九臣，你来得正好。本君与各位仙人在商讨灵犀之事。你是天宫的司战之神，你意下如何？臣恳请天君留下灵犀性命。臣愿将其封禁在从极渊，亲自镇守，不让魔族有丝毫可乘之机。天君明鉴，既是亲自镇守，臣愿交出战神印，谢司战神职，放弃一品神位。自此，永镇从极渊，寸步不离。恳请天君成全。九臣，你真的想如此吗？恳求天君成全。半天了，怎么还不出来啊？哎呀，实在莫急。青瑶衣冠，她冰雪聪明，又与灵犀情同姐妹，她定能想出什么办法的。办法，办法，不行，我得进去找她。哎，青瑶，哎，二位仙子不能进去，我家衣冠正在开炉炼药，不见外客，二位仙子再等等吧。这都火烧眉毛了，她还有心思炼药，还将我等拒之门外。说什么情同姐妹，我呸，分明就是大难临头各自飞。你不管灵犀是吧？好，我十三自己管。切。哎，十三，你去哪儿啊？你不等了。十三，你到底有什么办法啊？我要是有办法，我还至于来找他吗？不过办法都是人想的，我肯定能想出来，反正不救他。青瑶，哎呀，不好了，青瑶，何事如此慌张？天君刚刚下令，要将你那师妹处死在紫云台。我知道，
你心中定是怨我不顾同门之情，将魔气之事捅进天宫。可我没想到会这样啊！我虽讨厌他，却从未想过要他性命。喂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你跟灵犀是好姐妹，她都快死了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师姐，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怨过你。你从没怨过我？你练的什么药啊？好香啊！师姐可以闻闻看。穆德星君炼药，现在少了一味药材。师父有命，不许医官离开药王洞，还请医官莫要为难小仙。你放心，我知道你有难处。天君法令，未得御令不得入内，违者杀无赦。师姐不要！师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没事吧？快点跟我走！不行，我不能走，我走的话，你怎么办？爹怎么办？桃林怎么办？我若是真的没错，神尊一定会救我的。傻丫头，凡涉及魔族，除了至亲，谁敢蔑视天条来救你？快点跟我走！不走，你。真君，臣在。炼化魔气一事准备得如何了？回禀天君，已准备停当，只是还差一位上神相助。你们都看本座干嘛呀？这天宫就剩本座一个上神了吗？云峰。臣在。九臣已跟随师尊闭关，其余上神都有司职在身，离开不得，所以你。臣亦有司职在身，不敢疏忽。云峰上神，如果你不想做，找一个好的借口说你恪守神职，诸神谁会信呢？我重伤未愈，青瑶医官说我这近百年、近千年来都不能妄动神力，否则的话……天童上仙道，启禀天君，桃林青瑶刚刚在紫云台劫走了醉仙灵犀。什么？哼！紫云台由我坐下两名神法使看守，他如何能劫走灵犀？是啊。本座的部下也在，凭他区区一个小仙，怎敌诛仙之力？看守灵犀的诛仙，一人仙羽。什么？诛仙如何仙羽？你可是亲眼所见？青瑶医官毒杀诛仙，乃是小仙亲眼所见。只因小仙丢失五万年神力，阻拦不成，
便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离去。袁童无能，请天君恕罪。你胡说，青瑶衣冠绝不会如此。紫光方生，末将在。你二人率领一部天兵捉拿醉仙青瑶与灵犀，不得有误。 是天君。是与不是抓回来一审便知。恳请天君批准，让小仙带一部天兵前去缉拿两位醉仙，若辱君命，袁通日提头来见。好，准奏。谢天君。天君，云峰请命。云峰，你不是重伤未愈吗？还是好好留在天宫养伤吧。传令下去，云峰不得离开天宫。是。本将奉天君之命前去捉拿醉仙灵犀青瑶，尔等随我一同前往。是。他怎么还不来啊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呀？我怎么能够知道呀？青瑶，灵犀呢？在这里。你怎么把灵犀也迷晕了呀？天宫有何动静？上午我已经尽量避开天兵，避无可避的都被我迷晕了，应该还有时间。怎么来得这么快？分头走，青瑶，你带着灵犀走。是。师父，那我呢？在那儿。分头行动。是。当初公开战报害我袁氏一族的时候，没想过今日吧。我是没想到你被废掉五万年修为还能追到此，不愧是曾经的四大战将之首。怎么样，被废掉修为的滋味不好受吧？很快你便能亲自体会了。袁童，我们上当了。说，灵犀在哪儿？你以为仅凭桃林就能保住魔孽吗？你以为抓住灵犀就可以光复袁家，让你的母亲起死回生吗？残害紫云台天将，包庇醉仙灵犀，你以为自己能逃掉？将青瑶拿下，我去捉拿灵犀。
青瑶。袁童，云峰上神，末将奉命缉拿醉仙，若欲抵抗，当可杀之。你做得很好。多谢云峰上神，若无他事，小仙还要继续缉拿醉仙灵犀。云峰上神，那这桃林醉仙暂由本座看管，无需尔等。可是，怎么，信不过本座吗？末将不敢。有谁啊？这个世上除了你爹，谁还能豁出老命出来救你啊？那我师姐呢？你师姐？师姐被抓了？那倒没有，就是和程燕带着天宫的仙崽子到处兜圈子。程燕你是知道的，打架的本事平平，可是逃跑的仙法那是一流的。可是她要是被天宫抓到的话，关个千八百年是躲不掉的了。我要回去。干什么去啊？我找我师姐去。你找你师姐干什么去啊？你师姐被抓顶多就是关个几千年，你要是回去被抓了，那就是小命都没了，你爹不是白折腾了吗？可是我们不能就这么一直逃下去吧？那桃林怎么办？桃林可是你毕生的心血。什么桃林不桃林，什么心血不心血的，有爹在桃林就在，哪重不是重啊？可是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呀，天宫有那么多神仙，我们能跑到哪里去？这要是万一……什么万一？什么万一？小小年纪说什么丧气话呀？合着这五万年以来，你爹身上这股积极乐观向上的精神劲儿，你是一点都没学会呀？娘儿，爹都想好了，之前九成不是说要把你封禁吗？爹觉得这个办法特别的好，爹知道一片岛屿极美，爹就把咱们封禁其中，稳妥点，先封他个十万年，到时候咱们妇女往里头一躲，就是不出来，急死他们。你不喜欢桃林吗？没关系啊，咱再种啊，种得更气派更漂亮。爹这一身的医术也该好好的教你了，你看到时候咱有地方待，有事情做，我觉得封禁个十万年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你觉得？爹，女儿对不起你。女儿，你是说的什么傻话呀？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？爹不管你，谁管你啊？或许以后会有人管你，可是爹以后管谁去啊？爹，好了好了，还有好多路要赶呢，听话啊，别再耽误了。爹，以后女儿都听你的话，你说去哪儿，女儿就去哪儿。我还要跟爹一起种更漂亮、更气派的桃林，我还要跟爹好好的学习医术。不过爹，你刚才说错了，你别说是十万年，就算是五十万年，不，一百万年，只要有爹陪着女儿，只要有爹陪着女儿，女儿就不觉得闷。那就先不封十万年了，一万年看看。那不行，那说了十万年就是十万年。好好好好，十万年，十万年。醉仙灵犀，还想逃？乐伯一仙，此处万里天地已被我部封禁，你还想逃去哪儿？臭小子！当初老夫可是救过你好几回，还不赶紧给我闪出条路来！职责在身，恕难从命。那老夫今天就打出条路来。
让你们逃了。怎么又是你？你要做什么？本座寻你很久。女儿，先走。先走，这里交给我。爹，快走，快走！周浩，你命还真大。废话少说，不自量力。爹，不行。娘儿，爹，爹，你可我不走，我不走，爹，是我的错，是我害了你，我不逃，我跟他们走，爹你别这样，不是你的错，怎么是你的错的？爹逃不动了，爹逃不了了，听爹说，听爹说，我都三千，再往西有一个海岛，岛上种满了桃花，就是咱们桃林的那种桃花，你一定认得。岛上有一个仙人，叫做扶手陈君，他是爹的挚友，他天生胆小，一定不敢救你。但是他有一个死对头，叫西王母，你只要告诉他，你一旦被抓住，就要把他的藏身之处告诉别人，他就不得不护你。你他进去了，躲着，千万不要出来，千万谁都不要相信，更不要替爹报仇。就你那点本事和爹一样，谁都打不过。这辈子爹大将就没打赢过，导致如此，爹当初就不该休医，应该练武。你怎么跟我说这些？爹，你别说了。爹，你别说话了。林夕，还有一件事，爹要告诉你，爹不是你的亲生爹，你的亲生父母另有其人。爹，你说什么？你胡说什么？都到这个时候了，爹不会胡说的。五万年前神魔大战，爹正好路过幽都山，当时九成已经作画了，爹就在那个时候捡到的你。你那个时候就这么大，这么大。你别说话了。爹这一辈子都在找你的亲生父母，但是始终没有找到。你的日子还长，你怎么都能找到。你记住，就算爹不在了，这个世界上你也不是独自一个人啊。爹，爹，爹，你听我说，我们回桃林，回桃林好不好？我会给你疗伤。你记住，爹，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人，不要回头，更不要报仇，快走，快走，爹，快走，爹，爹，醉仙灵犀，你们还想逃到哪里去？月童，你有什么事冲着我来？你放了我爹。冲你来，你师姐为了救你杀害紫云台天将，你担得起吗？你胡说。我就是在胡说，那你又能奈我何？神尊百般袒护你的时候，你可曾想过今日你恢复战报，害我母亲命丧祠堂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今日是你兄长入魔在先，
你陷害神尊在后，我是恢复了战报，但是我没有想将他公布于众，是你苦苦相逼将我打入洗仙池。袁童，你欺人太甚！我就是欺人太甚，看谁还能护着你。这里的魔气比上次还重。哎呀，一定是那小仙与魔族有关。这若真是魔君重现，不知将有多少生灵要惨遭涂炭呐！当年战神将魔君封印在此，抓紧时间找到封印处。No.
灵犀，来。小丫头，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了你50000年。来，我们马上就要重生了。来，到我这里来。看着我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神尊，是不是林夕做错什么事？他们为何都要杀我？这天宫不是一向公允吗？这诛仙诸神不是该维护法度吗？我没有杀过人，我没有杀过人，他们为何视我如母？为何要杀我爹？你没有做错事，不是你的错。那是谁的错？是谁错了？是我错，是我错了。相信他，林夕，跟我走，我会保护你，不会让别人伤害你。小丫头，你跟着他只会粉身碎骨，神魂俱灭，你会死无葬身之地，你会后悔的。我们走。